直都是在 YouTube 还有部分的影片上面看到其他国家的选手去打这个 GNG 的比赛。那今天我们真正在同一场地跟他们同场竞技的比赛，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跟他们的实力其实那个差距在哪里，我们可以慢慢研究他们的到底在那个 stage 的阅读上面跟我们有什么不同。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东西很多，其实拿不拿到这个冠军已经不是什么问题，其实我们最想的就是跟不同国家的选手做一个交流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感谢香港的选手，加油。まずじゃあ、今回に際して、自分たちで、時間を見つけて準備して攻略して、それをみんなで情報共有して頑張ってきました。気になるチームはやはり地元の台湾のチームです。やっぱり4チーム出る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、準備もホームという部分でもプレッシャーもある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、やはり G&G の本拠地ということで組み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。で、試合に際してはやる以上は勝ちたいですけど、まずは自分を出したいと。本来練習してきた本来の力を出せ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。以上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台日港冠军邀请赛终于来到了最终战冠亚军战了，那就是由我们的绝代天 FS 中队，大家跟大家 say hello， 以及我们的打枪摇摆队吴兆宪林博跟大家 say hello。 好的啊，其实他们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就有正面对决过了，所以今天这一次今年的场地又不一样了，挑战又更大。那我们首先来访问一下 FS 中队好了，好，然后由我们的徐玉文选手来代表发言一下。好，你心中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子？就是去年的戏码要再来上演一次。对，那其实是真的都是可见的对手，大家在这一年的时间大家都做了非常多的练习，那我希望说大家都能拿出自己的最好的表现来争取最好的成绩，谢谢。今天不管谁拿冠军或是亚军，其实大家都付出蛮多的辛苦在为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比赛做准备，那我们会尽全力带给大家最漂亮最完整的一个精彩的赛事。 OK， 好的，好，谢谢我们冠亚军队，我们掌声鼓励鼓励。Oh, what?